这可真是个憨憨，这他也不出声，我还真没发现他在这儿一动不动。哎呦，哎，世界之大，真是无奇不有。这个季节了，竟然还有杜鹃鸟寄生。刚刚邻居放牛，说砍路边杂草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窝里面有一只大鸟，害我把这一片都翻遍了，才找到它。看一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李贵阳。这都立秋了，还有这种鸟寄生，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像这种也掉队的，它也南迁不了了。等它学会独立，我估计都要下雪了。尽管你这家伙不怎么招人喜欢，在我眼里都是一只小鸟，还是给它带回去吧。好臭，感觉这家伙身上巨臭。走吧。确认过眼神，就是一头牛。你别顶我，捏了一下它，我感觉我的手都是臭的。你还啄我，看来是有点饿的。我们给它弄点吃的去。来，到我们家先吃一坨小鸡饲料。嘿，这货它可是不挑食的，第一口可能还没有适应。它能寄生在各种鸟的巢穴里面，什么都吃。哇，那它居然敢吐出来，它不吃的，有这么难吃吗？真吐的，看来还没有饿好。它要吃虫子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抓虫子？它啄我。弄小一点，好，吞了。刚刚太大了，弄了一点点它吞了。要不要再来一点？味道还可以吧？好，吞呐！我就说这家伙不挑食嘛，啥都吃。再来一点，看样子差不多了。杜鹃啼血的故事说的就是它。有听过这个故事的小伙伴们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聊一聊。